人间凶器，澳洲女模爱上隆乳，好还要更好，大还要更大，这就是澳洲巨乳女模莎拉的心愿。23岁的莎拉过去做过3次隆乳手术，将自己的罩杯从 A up 到了 M， 虽然成功吸金，不过却有不便之处。莎拉已经放话了，不排除还要向上挑战哦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